所謂叫象形嘅象咧，就其實咧，即係我哋嘅心象係點樣？咁當你轉化象嘅時候咧，咁你要將你自己嘅創作，又要多你一個嗰個概念嘅問題，即係心同埋手同埋眼同埋你個觀念點樣去形為一體，去表達喺你個作品。水墨是黑色，黑色西方都可以畫畫用黑色，但是墨的色彩的墨氣的精神呢是中國畫的特有，這個沒得說的了。因為中國畫不是用水墨去怎樣表現這個世界，不是用回教來表現，是表現你自己的藝術對這件事怎樣去表達轉化。